大冬天了灭火，谁俩媳妇三两果子呢？挺高兴的，都是这两年学俺技术，俺雇主之间，明朝心的。今年过年玩儿，让多着呢，咋弄着呢？都栽那个的小鸡，想着让我呢去厂里念上书。我厂里名头风不好传来，这儿估计的灭火要拆了。哎，估计也没啥事，找找看看吧。 我知道你是。